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各位听众你好，我是陈英杰。美国大选越来越精彩了，拜登终于都宣布退出选举，而且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成为他的替代人选，对拥护民主党的选民都舒一口气，有啲好似乌云消散，带嚟一股清新嘅空气。过去一个礼拜到，有好几个事态发展，的确令人相当混淆嘅。冇几耐之前，拜登曾经讲过，佢会考虑退出选举，如果佢嘅健康状况有改变嘅话，唔使几耐佢就确诊感染。但系佢亦都冇立即表态，于是更加令人困扰啦。咁佢已经确诊啦，仲想要咩证据呢？抑或佢讲咗唔算数呢？佢喺上个星期日公布呢个消息，睇翻转头咧，佢想共和党大会结束之后先至宣布。咁样嘅话咧，就会避免咗共和党乘机利用个大会去攻击贺锦丽嘅。拜登作出呢个决定咧，系勇气可嘉，我认为历史一定会俾佢中上嘅评价嘅。他行这一步的确不容易的，因为很多初选是他亲自赢回来的，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改变初衷，接棒的贺锦丽有没有份量坐正呢？所有的传媒的焦点都集中在他身上，如无意外，理论上他是有足够支持得到提名的，但是他也都必须要在下个月19至22号民主党大会上正式提名。民主党里面对贺锦丽的提名有两个看法，亲拜登的一派就想用视像投票去提名贺锦丽，这样做就可以绕过大会很可能出现的混乱场面，其实就是避开任何公开向贺锦丽的挑战。另一派的立场认为贺锦丽应该在大会上的公开程序里面和其他人一起拉票，因为这种做法对他来说亦都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去证明他是有资格代替拜登的。正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贺锦丽的地位现时来说仍然未是100%落实的，不过普遍的呼声都是看好他的。民主党大会现在还有一个月到，到时可能反贺锦丽的声音已经消失都不定了，民主党会不会爆发内讧呢？甚至失控，抑或从今天开始大家都要万众一心统一口径，否则就沉船。有一个调查说贺锦丽的支持率比拜登还高出2%，不管他的形象分数不可以说是很高。贺锦丽最大的优点就是够年轻，他会激发 TikTok 年轻一代的选民走出来投票，妇女票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妇女，还有比较温和派的市郊共和党女性，在那些地区有很多是支持堕胎权的妇女，他有知名度，因为他已经是副总统了嘛，他的曝光率掩盖了民主党里面的明日之星。贺锦丽司法界出身，在三藩市做过地检官，然后当选加州司法部长。试想下，如果上次的辩论是贺锦丽的话，一个做过检控官的候选人面对一个定了罪同埋是毫无悔意的罪犯，那你说哪个分数会高一点？加特朗普就说要求霍士新闻搞一个他和贺锦丽的辩论，我认为这个是绝对好事，贺锦丽不可能输给特朗普的。我的看法就很简单，贺锦丽如果能够以理服人，公道自在人心，特朗普那班忠实拥趸怎么都不会改变立场，这个就预咗他的。但是亦有很多是犹豫不决的选民，贺锦丽在这方面我认为绝对有游说力的。筹款方面，因为贺锦丽的名字是跟拜登一起出现的，
所以拜登唔玩嘅话，嗰笔竞选基金啊，超过9000万，呢笔钱何锦丽系可以动用嘅。佢作为第一个非洲裔嘅总统候选人，非洲裔嘅选民梗系投佢一票噶啦。从家开始，特朗普嘅阵营一定要将何锦丽起底。何锦丽似乎就冇咩丑闻啦。咁佢最初做副总统嘅时候，民主党亦都已经查清楚噶啦。有一点共和党一定会攻击嘅，何锦丽系极端嘅大左派，好多年嚟佢的确系代表进步派嗰啲思维，但系呢啲系绝对可以克服嘅问题。我相信民主党班智囊而家已经开始紧密同何锦丽恶补。如果你睇翻特朗普喺今次共和党大会嘅演说，佢的确系毫无新意念嘅。我真系谂到何锦丽冇可能唔可以识破特朗普咁多年嚟嘅荒诞嘅旧桥。特朗普嘅枪击事件死里逃生更加成为上个礼拜嘅提名大会一大卖点。佢家下已经有一个新嘅口号，佢话我捍卫民主。而食莲子羹啊！有好多参加大会嘅党代表，直情用啲绷带贴喺佢哋右边嘅耳仔，以表示团结。何锦丽嘅回应简而精，你点可能一方面讲团结，但系同时唔承认一个合法同埋公平嘅选举结果呢？由于呢次枪击事件，有啲推测认为特朗普因为呢个咁震惊嘅经验，他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会不会借这个事件发挥正能量，提倡理性的方针？事实证明他不走这个方向的。你试想一下，这种期望亦都是不切实际的。那岂不是你要求特朗普走回去我们以前所认识的传统共和党价值观？他在他的开场白里面是有提到，一个选举不可以只得到一半人的支持，必须要大多数的人支持的。是一句这么多，他的演说成过半钟头破了纪录的，但是亦都是重重复复东拉西扯，跟他一向的演说是没有分别的。其实亦都是流露了一个独裁者共通的特点，就是那些演说的内容环绕住他们那种自大狂的内心世界。他描述的美国是黑暗，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他用一套电影叫做 Silence of the Lamb， 男主角是一个冷血的连环杀手。特朗普将这个人物比喻啲非法移民，他的恐怖幽默就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请你吃晚餐，你说多爽呢？他这个比喻在其他造势大会也都是讲过的。他在其他议题上都是夸大到离晒谱的了，我都没需要重复的。有一个计算就说，他这个演说总共有22个方言，如果用他以前的演说去比较已经算少的了。大会另一个焦点就是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我想各位对这个候选人 J.D. Vance 曼斯已经有些认识了，我就不会太详细讲。他本身的确是一个成功故事来的。他出身贫穷家庭，在耶鲁大学拿到个法律学位。他做了联邦参议员只是两年而已。根据华府的政客说，特朗普其实对他的认识就不是那么多的。他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有一次在辩论里面跟其他共和党初选的对手几乎打起上来。特朗普在电视看到这一幕，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特朗普认为这样的做法才是有胆识，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的。他选曼斯另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够年轻，只得37岁。他希望曼斯好比一个就真的特朗普，特朗普有一天离开政坛的时候，曼斯就会成为他的继承人。曼斯曾经说过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拉，亦都话佢系美国文化嘅海洛因。两年内，佢竟然摇身一变成为特朗普嘅副总统候选人，点会咁离奇嘅呢？
究竟一个人的原则诚信去了哪里呢？今天讲到这里为止，下个礼拜再见。